们来到台新银行，主要的目的是抗议遏止银行清偿债务门槛过于严苛，导致债务人无法履行。我是一个单亲妈妈，那我现在最低的收入只有17,280块，可是他们就是要我还25,000。那因为我的薪水是最低的，所以后来跟他们协商，他们也要我还187，那金额也要17,000。请问我要怎么生存下去？请问我每个月该还多少？每个月28,000块，要还187。可是我一个月收入只有20,000块，如何偿还近30,000元的钱？那是你家的事，关我什么事？可以通融吗？没得通融。他最高只能到187，他不考虑你的那个清偿能力了。他不考虑你的清偿能力，他只考虑你最高最好最好就187。银行呢，他这个部分的协商呢，帮我统计完之后是每个月要还26,000。那资产顾问管理公司呢，他透过了强制的这个扣薪的部分呢，每个月也要扣20,000块，所以呢，一个月我必须要偿还46,000块的这个债款。那我一家四口呢要生活，两个小孩子还很小，老婆也没有办法出去工作赚钱。所以呢，我一个月60,000块减掉就46,000，再加上要付房租10,000块的话，我的生活费就只剩下4,000块。为什么会扯到资产管理公司？那为什么会扯到资产管理公司？是银行其实常常把他的这个债权，对债务人卡债的债权，让给资产管理公司。那么那一部分在消债条例里面，并没有说一定要协商不可。资产管理公司另外有一些很恶劣的问题，资产管理公司甚至用类似法院的文件，其实不是法院，假造类似法院的文件来吓这些卡债主，甚至去他的家或者他的办公室，让他有压力，家人有压力，或者是他的办公室老板说啊你欠人家钱哦，然后甚至人来这样。所以资产管理公司甚至最近的情况是没有在整个这个催债的手段超越银行还有一些规范，也有还有金管会规范。那资产管理公司说金管会管不了我，他的动作更不合理。要还债，不要还债。